近期 K-Bow Music 推介。OK。人气歌手王嘉尔 Jackson Wang Magic Man World Tour 2023大中华区首场中国澳门站7月15、16日在银河众艺馆震撼开场，全场爆满，场面虚撼。Jackson 首先以红黑经典造型和一班 dancers 以戏剧性的舞蹈编排拉开序幕。唱跳实力的 Jackson 当晚接连献唱多首人气热爆歌曲，令一众 Jackie 频频尖叫。澳门本月将接续上演多场演唱会，更多其他演出详情可浏览澳门售票网的最新资讯，或者留意澳门有线电视的最新推介啦。